袁美，任心，我去看你一句事嘞。当初我跟你家人爸爸做伙设计对付一丁哥，甚至利用人心来伤害你打击你，造成精神冲突和对立。这段时间我还是无机会亲身跟你讲一下，是嘞。阿姨，你慢慢讲。恁赶快向你有默契呢，真多谢你，我要跟我求婚。过去的代志就予伊过去啊，咱即摆活在当下，至少咱两家人总算是好好啊。我相信等爸恢复啊，嘛会甲心内所有怨恨拢放下，欢喜接受这款的结果的。爸，我带阿姐来看你啊。你是阿明，弟弟是不是看到任美姐想起什么啊？那以后变遐尔正常啊？我嘛希望是安尼，毕竟任美愿意来见你弟弟，真少难得。阮是相识啊，你好。啊！你阁想要创啥？我知影，今日任美姐姐是来找我金马姐对无？是大福，唔是马姬。就是无同款啊！啊，你做看卖就知影。你要跟我好心的去泡灯哦。来，谢谢你。哎，袁美，袁英哦，你叫你爸爸哦，今麦做唔着代志，袂当互伊奖励。我下辈子阿姨歪家就歪家嘛，袂要紧啊，我家己嘛会做出好食的麻糍啊，我家己会晓做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。做什么料理的拢真厉害，只要看过哦、吃过，伊拢会晓做。是啊，而且愈做愈好食。我嘛有吃过爸做的料理，真正足好食的，拢会开店啊。袁美，你是不是无吃过爸做的菜？我有吃过啊，不过就是我家己嫌油啊，应该。
唔是啦，迄个时阵，伊要含海顶哥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啊！你干嘛下药啊？你真正把我当作鸟鼠安尼在偷哦？加在我拄仔无食你给我的麻糍。无啦，迄是足久以前的代志。这麻糍哦，我无下药啊，你若不信哦，你食看卖。我才不爱吃的，以后你给我的物件我拢唔敢吃，我才无想要参像鸟鼠的感觉，让你偷袭。你不爱吃，咱来搬家。真正是有够好吃的。我嘛要吃。啊。弄好了。不要紧啊，我这嘛有啊，我自己做的，你看，哈哈哈。我给你做的就好吃的，哈哈。失败啦！哦，搞掉，搞掉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飞机，飞机，哈哈，娃娃，娃娃，失败啦！阿伯伯阿姨，我给你吃一支灌肠，啊？我无在吃这款物件。是安怎？这韩灌肠就好吃的呢。去工厂的路的，有一间臭豆腐跟蚵仔面线真出名，足多人去排队的。我正经都想要去吃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我就无在吃路边摊啊。你看上那么快好吗？我今晚无阿多，我今晚都跟他想要吃这個，你配合我一家间会用的呀。拢要介绍袂起的。好啦，多谢你。大番薯，我给你两支灌肠。我跟你讲哦，一支是阿公的，你袂去偷吃哦。我唔是你，你免吃阿公食的葡萄，你嘛偷吃。我哪偷吃葡萄啦？你妈有袂讲？仁心姐姐，吃一支灌肠。哇，这灌肠是爸爷等来，一定特别好吃。你哪同我讲啊？我伫庄仔内上后摆是摆头啊，人拢叫我灌肠王子呢。仁美姐姐，吃灌肠。切切啦，那么回去就歹势啊！哇，好加载，今仔一只垃圾，还阁会人吃？那你拖个做垃圾袂用去吃？上讲袂用的啊！我以前吃过比这个垃圾物件。卡萨是卡萨，新马是新马。张家良，你家人们上有垃圾，刚不说表示姐。我咪超工的啊！我咪超工的。哎，张家良，张家良，不要紧啦，卖为着小可代志哦，大家你无欢喜。我唔是特无欢喜，我惊张家良那后边总会出代志，也是对人较好啦。张家良，阿咪，我无去。哎，我拄在辣椒，我去吃咧。哎，那有人吃灌肠，内面加辣椒，这明明知影我惊吓。我就是要让你买两件，咱今年做两双会穿。我想想，你买两块再来做。啊，不过今麦见面是你唔输啊，看你也不假，当然嘛假，你无假险就无好食。我来人心跟人美姐姐你家，阿去底下生拢无甲招啦。啊，不过你老食外乡的。棉花糖嘞，刚刚都不去了，都等。我真有糖啊，你先吃这啦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拢找过了，就是不看到爹地。
弟弟明仔早起去哪位去啊？张家良，以你即摆的状况，你是千万唔通惊胖去呢。爸，你别打！今摆打电话给伊嘛无路用啊，伊应该无伫咧用手机啊。张家良，来救命！高瑞美，你是安怎啦？连要找一个人，要安怎叫拢唔知？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啊，这么大丛的人，哪有可能走到拢无看的人？我袂着啊！我袂着啊！我袂着啊！爸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你讲发生什么代志？还是你有受伤吗？你哪安尼有白走啦？你敢不知大家找你找了出着急的？我有听到你想要吃棉花糖，所以我就走去买啊。就歹找呢，我走这么远的，而且还要排队哦。那是头前一个囡仔，我跟伊养眼，我赢伊，我才想买到的呢。你看。嗯，我的棉花糖还无去啊！你头家给我的时一个足大粒的，奈干呐变安尼啊？根本是一路会落去啊！啊，奈干呐剩一个棍啊！不要紧啦，一定是拄只好土白甲油去啊！以后咱两个白走，大家会做烦恼的，爸。多谢你平安无代志，多谢。好啦，我知影，你乖乖啦，拜托，嗯，乖乖。上水话，阿姨，你嘛完成圆满。伊姊妹啊，一直是你爸爸生活的上心的牵挂。过去我爸做病了时，害你爸爸伫抱着，我就当你姊妹啊团圆啦。今嘛，我要尽我所有力量来弥补，希望有一天。你爸爸真正清醒的时阵，看到这记录，伊会感觉真安慰，伊会感觉这段日子还是白白过过。你真正是做了真好啊啦！相信以后张家良一定会感谢你替伊圆满伊的心愿。请坐，阿姨，我想要带人美去买棉花糖。好啊，无，大家坐一起，呀。